大联盟开季预测，陈伟英第七号先发。根据这份预测，包括林子伟、张玉成与曾仁和目前在春训中的台湾球员，都将从小联盟 3A 出发。芝加哥小熊补强打比休有后，先发轮值排七人，预测名单没有曾仁和。林子伟则在 Brock Holt 与 Eduardo Mondax 强力竞争下，开季恐难在中线守备位置突围，也被预测从小联盟 3A 出发。日前遭到美国网络作家批评的陈伟英，春训热身赛尚未登板，开季也预测无法先发出赛。大联盟官网预测陈伟英以7号先发，但他2018年年薪为1000万美元。亚洲选手方面，田中将大居纽约洋基牛号先发，大谷翔平高居洛杉矶天使第二号先发，前田健太名列洛杉矶道奇第四号先发，第五号则为韩国左投柳贤镇，野手以韩国强打邱信守最为活跃，被预测是德州游骑兵三棒打者。